这是 just for K 的。我后面一个大姐也过来管我要果汁，我说这是买给孩子的。没事，你们先进去坐着，我去给你们点。Hello， 在乌芒果汁。昨天吃的那个牛肉饼就这么做的。九妹做的是对的。洗干净的真棒。老板就用大的芒果。别看这芒果外表是青色的，其实里面熟了。这边切什么还是用这种小刀，不习惯用那种刮刀。今天还挺好的，把那个榨汁机给洗一下，清洗一下，免得串味儿了。糖已经加完了，这边又是泡面。我问他 ，Why don't you use spoon? Just use hand. It's so cold. 老板也只是淡淡的答了一句哦。加牛奶，继续搅拌。现在就是吃芒果的季节，大街上的芒果120一公斤，再加一点冰。看到没有，餐这是一个果汁店，中间有一道那个帘子，基本上女士都是坐在里面的。